来，我现在要欢迎这一位，哎呦，健康活泼，身体呢永远有活力的吴碧玉师姐，师姐您好，哎呦，你好你好，你好，还有嘞，观众呢也好，大家好，哎，小贼，一开始就要跟大家先要问。讲一下秘密哦，要讲什么？你几岁呀？74岁。跟你说，镜头可以给他特写，不是广告说靠近一点，再靠近一点，再靠近一点。感恩啦，74岁，这么漂亮的皮肤，你是用什么保养的？哎，没有嘞，啊，真的没有嘞，天生丽质，就是清汤挂面一个。真的，清汤挂面一个，真的。但是你有没有发觉，他很开朗，对不对？对。其实这就是心宽面纯，所以自然就会年轻啦，对不对？好啊。那么你除了这个保持身体硬朗、心宽面纯之外呢，就是不断的做志工。对，就是我们起了欢喜心了。啊，如果说遇到病痛的时候哈，嘿，该休息真的就是要休息，啊，对对对。那如果说我们健健康康的话呢，你能做就去做，不要挑工作啊，什么都做。因为我有像那个长治师傅啊，来我们立胜这一边看我们早上的那个，胸法香，我就在师父的面前发了一个心愿，说我要做到最后的一刻。太好了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呢就先跟着师姐，我们先去看一下她要怎么样用法喜的心来做志工哦。最重要的一句就是说，欢喜心去做。甘愿受。一大早在桃园静思堂的厨房里，就有将近30位志工在这里忙碌着。其中正穿梭其中，在指导分配大家工作的，就是今天负责掌厨的吴碧玉。热爱做菜的他，自从加入慈济之后，就特别爱做香鸡的工作，到现在已经20年喽。做香鸡的时候呢，就是最快乐的啦。换个立场来讲啊，啊，你去拜拜只不过是你自己一个人可以得到而已啊。啊，如果说我们进来实际像我做香鸡，就跟那么多的人结了善缘，那我们这个善缘一定是会回报到我们的身上的。这是碧玉师姐从少女时期就开始学佛，当初只是单纯的喜欢诵经修佛，后来投入慈济后，才发现身体力行做志工也是一门修道之法。诵经跟我们做的功德是不一样，诵经是增加我们的智慧，那我们出来做香鸡呢，是得福，那我们就是应该要福慧双修。看哪一种比较漂亮，当季的菜是最好。每次轮值做香鸡，碧玉师姐都会亲自到市场挑菜，并且注意前一天香鸡煮什么菜，不跟前一天的菜色重复。你没有当场来看来的菜到底是怎样，我们不安心。不会觉得很辛苦？不会啊，你欢喜心就不会辛苦的啊。到底参加这套评价。厨房就像是碧玉师姐的小天地，身为掌厨的她必须负责买菜、开菜单，还有掌厨，却不用自己动手拿锅铲呢。有车祸过，没办法再拿那个铲子了。后来有南仲师兄进来的时候呢，都给那个南仲师兄拿铲子，但是他对于树的哈这方面他比较没有那么熟悉。那我就是在那个他的旁边，有没有引导着他？虽然身体有病苦，
但他只要一想到能够为大家献上美味的菜色，他就特别有精神。尤其是现在，他就要来准备亲自操刀，大展身手哦。身心啊，真的是开朗，就是维持我们身体健康跟年轻的不二法宝，对不对？没有错。然后当然呢，吃也要吃得很健康哦。对。所以你今天要做的是什么料理啊？我今天做的呢，就是地瓜煎饼。地瓜煎饼。对。哦。那我们就先让大家学着一样，好不好？那就先看一下地瓜煎饼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哦。地瓜煎饼材料有烤地瓜一条，地瓜粉三匙，素薯粉两匙，面粉三匙，调味料有盐、糖、胡椒粉各适量。我们看了材料跟调味料之后，就发觉跟他人一样这么简单。对，就他而已，难怪是个新观念，纯简简单单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好，那这怎么处理啊？这个是烤的耶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要把皮剥掉。好，那用蒸的可以吗？可以，电锅去蒸也可以。好啊，但是记得哦，我们烤的时候是不用削皮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用电锅的话，记住一定要削皮。哦，要先削皮哦，不然你没有削皮的话，我们地瓜是熟了嘛？对对对，你皮你要怎么剥？好，那这个怎么拿起来哈？有没有？啊，烤的就很好剥啦。对，我们就顺着这个有没有？纤维就把它剥掉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以前呢，都会在路边卖那个烤地瓜，对对对，自己会烤就去买那个烤地瓜，很多嘛。我们出去外面玩的时候有没有？人家会不会用那个，方块围起来？就是都是控寒机啊。对对对，意思一样。因为地瓜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食品，所以现在连有的连便利商店都会有卖烤的地瓜嘞，几乎家家都有。哎，是啊，你如果自己不大会用烤箱烤，或者是可能没有烤箱，那我们就去买现成的烤地瓜。不用不用吗？不要，那怎么办？我建议你们还是要用蒸的最好。哦，不要用烤的，用蒸的。对，蒸的最好。那就简单。对，你就皮削一削，记住哈。嘿，安娜。第一点，怎么样？绝对爱会记的，爱会记的吼。给它下掉，好，你才会使下落蒸。好，蒸，在电锅蒸，像我昨天。蒸了那个我们15人份的那个锅子哦，大锅，对对对，满满的哦。哎，我只有蒸15分钟就熟了。对，其实很快了，地瓜蒸的很快。啊，你地瓜熟了之后有没有哈？就像我这样子有没有？把它压成泥。我现在是这样子这么小。示范一下哦，不是说。不是说只有做那么久，哎，这个好香哎，我忍不住，我真的很想吃一口。好啊，可以啊。哦，哎呦，因为烤的它还有一点那个焦糖。对，好，看你要吃几口都可以。哇，我要吃几个都可以哦。我把这个皮上面的吃掉。哦，这个好好吃。你加的是什么粉？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的三种的混合粉。哪三种？就是地瓜粉，还有那个面粉，曲奇粉、素薯粉、面粉、我都会忘了。这三层把它，对嘛？对嘛？再多挖一点嘛。好，就是那个其实你可以自己看呐，看那个粉加下去的分量。对，如果觉得太少再加，然后就给它拌一拌。对，你就慢慢的加，不用急，因为你一加进去了哈，你想要捏起来哈，是没办法的，就来不及了。对，来不及了。那你就好吃哦，光吃那个地瓜就已经够好吃了。它做成这样子，这个饼是谁发明的？我们小时候哈，比较没有东西吃啊，比较简单。对啊，就是我。爸妈嘛，他们就很喜欢吃这个。就这个，因为田里面都有种啊，对，家家户户都有啊。之前要吃的一个地瓜饼很辛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的人哦，也没有电锅啊。
对不对？哦，用大灶。嘿，对，没有电锅。嘿，那怎么办？难就是难在说，我们这个那个地瓜，要拿那个菜串怎么讲啊？串签呢？串签没那个。不能哦，也不能用串枪那种的哦。哦，不行哦。你要用那个铁钉子，有没有？哈？把那个牛奶瓶哈，它是圆的，然后我们把它剪成那个直形的，哈。啊，然后用一只铁钉，有没有？一钉一钉，一个钉子一个钉子，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，你就是这样子慢慢的去把它钉出来。它就是变成一个洞，而且它就旁边很立呀。对，不会不会不会，就像一个洞一个洞，你在干嘛？磨的啊，就是磨啊，就是磨啊。那磨多磨到什么境界？我跟你讲哦，我每一次哦，如果说我爸他们或者是我妈他们说啊，碧雅你去煎个那个地瓜饼来吃，哦，昏倒。我跟你讲哦。光抹那个地瓜泥有没有哈？一定要两个半钟头，钉起来哦才够。啊，所以你看现在呀，要吃个地瓜饼多轻松啊！对，对不对？那个叫做想当年呐。对，哎，对啊，后来有了电锅了哈，嗯，你就可以把它。皮削一削，然后剁一剁，啊，还有啊，不然就是以前农田休耕的时候烧稻草堆一堆，把地瓜全部丢进去烤，可是那时候说真的哦，还没有人想知道说用这个方法，用这个方法，现在人他跳，嘿，也是要有人想说要这样子弄哎。对啊，不然你也没得吃啊。是啊，可是我妈她就很厉害呢。嘿，妈妈怎么厉害？她就是只要你怎么说，有什么东西哦，在她的手上哦，她都变得出来，她就变得出来。哎，你不觉得你有没有遗传你妈妈？听说你也是很厉害呢，你会把那个什么？什么食材呀、啊？什么东一点西一点，你也可以把它变出料理来啊！对，是没有错，是你听谁说的？我有去打听啊，是不是？有，哎，这个也是锻炼出来的。遇到我们进食堂，他们来的人数有没有？嘿嘿，我会跟你报得很准。哦，从来没有准过，从来没有准过。这个，那啊，这个讲出来，我们所有做香鸡的师姐都说，对，对，没有准过，嘿，啊，就是有一回哦，就，多了，多出来了，五桌或是六桌，那糟糕了，你五桌六桌，我菜要去哪里变啊？结果五六桌是。五六十个人呢？对，没有错啊！我就是把那个冰箱里面哦，有的青菜有没有？有什么抓什么出来？有什么抓什么？有什么就抓什么，然后就把所有的那个青菜，我跟你讲哦，那一次哦，一共有，你猜猜看哦，一道青菜里面哦，有几样青菜综合的，哈？你猜猜看，就是把冰箱里面所有的菜挖出来，不管多的少的。对对对对。啊，高丽菜炒白菜吗？小白菜炒青江菜吗？没有，可能这么简单呐。全部都是叶菜类的哦。啊，叶菜类怎么混合啊？就把它混合啊。真的嘞。哦，这个不能乱讲，这个是真实的嘞。而且混合起来还不能让人家觉得好像你是用一些剩的菜、剩的食材炒的菜，你还看起来要好看。对，没有错。哇，没有错，这个是最大的考验啊！结果我怎么弄，你知不知道？怎么弄？怎么弄？哎，有青菜，空心菜，还有地瓜叶，
啊，还有那个，还有那个杏菜，好，然后还有那个金针菇，有没有？哎，啊，再来就是我们，煮茄子都会放一点那个什么青菜，我现在一时九层塔啊，九层塔，嗯，好，嗯，然后，三条红萝卜，啊，还有三条红萝卜，他就把它切细嘛，切的细细的嘛，嘿，啊，就五 A 菜，还有一菜，一菜怎么混合啊？啊，就全部所有的青菜 A 菜、空心菜、红啊那个杏菜嘛，哈 ，A B C D E 都有，什么菜？全部都有。哎，那怎么我、啊、你这样讲，你这样讲，我脑袋也想不起来这些菜把它混在一起炖怎么吃啊？啊，地瓜叶，地瓜叶跟空心菜混在一起就不能吃啦、啊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啊，然后就放了我们的那个九层塔。哎，哦，哎，啊，然后就还有三包的那个金针菇，哦、然后再来就是。姜先爆香嘛，啊，七样蔬菜全部下去煮，全部七样蔬菜切细还是切一样一样，跟我们在健食堂吃的正常的寸菜，对对对，然后全部一起下去，对对，大锅菜，对，也没多也没少，刚刚就刚好五盘，啊，尖尖的。五盘还尖尖的，对呀、啊，啊，他们吃的人说奇怪，怎样？这道菜是什么菜？怎么都吃不出来？啊，他们就很仔细的哦，把它挑开来哦，研究，拿来问我，他说师姐师姐，我请问你一下哈、哦，我说什么了？你这道菜叫做什么菜？我说。综合蔬菜，啊，我说怎样呢？怎样呢？哎，我说怎样呢？不合你们的胃口吗？哎，这一点很重要，要问啊。对，他们说，不是，是我们回去想要学啊。哦，我说，哎呦，这个是哦，我把冰箱里面的宝全部都挖光光，叫做。综合菜，蔬菜，综合菜，这是叫做冰箱总动员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以后取一个名字，冰箱总动员。然后竟然可以让他们觉得说想要学。好了，还有一次哦，多了三桌出来，汤就不够了，汤不够了，那我要怎么办？汤不够的话，我就是把那天刚好有炒高丽菜。我就把高丽菜的汤跟原来还剩下一些嘛哈，我就高丽菜把它，全部都倒在剩的那些汤里面，炒的高丽菜的汤汁很鲜呐，然后才去外面哦，去拿我们的热开水有没有，把它的汤汁弄多一点，那这样子不就多了？那是高丽菜高汤哎，对对对。啊，那这样子跟旧的还没有吃完的那些菜，有没有混合在一起？那个汤是不是就很好喝？很好喝啊！我那一天甜，对，我那一天是煮什么汤？你知道？我们那个长豆啊，长长的豆晒干了之后，那很好吃。对，啊，我就去煮汤，啊，剩的。啊，就是这样子吃，混在一起，混在一起。那三桌吃到锅子没有跟我吃完而已。我说你们来把我的锅子吃下去哦。哎，这个其实是很开心的。好，这个呢就是我跟你讲啦，农忙的时候我们在家里妈妈煮给小孩子是吃这个啦，对对不对？因为以前。比较清苦嘛，对呀、啊，你要吃什么都没办法，然后也不要计较了。但是你要给人家吃，不能吃这样，对，要吃这样，对，没有错。为什么差这么多？我们小孩在家吃这种，请人客要吃这种，这怎么做出来的？怎么会变这样？因为哦，就是今天忘了啦，忘了说
做好的时候，先把料盛一碗起来。不是啊，这个地瓜我们刚刚去煎的时候，也可以塑形塑成圆圆的吗？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刚刚我们烤的那个是热的，热的你没办法手拿来把它塑形。你没办法把它搓圆。我们那个是一个一个拿来搓圆之后，然后才在锅。我刚刚这样子锅底不是这样子压平吗？那个是凉了，我手可以去把它缩一缩，塑形下去，就像这样子。刚刚那个是热的。还好我有问你，不然吼就不知道了。好，我们原来我现在懂了，你刚刚把那个地瓜泥搅粉拌匀之后，我们要放凉，放凉了之后，我们用手搓塑形之后，才能够去煎圆圆的。对，啊，如果是我们刚刚没有放凉，直接倒下去就不行。好，那个可以，就是叫做。给小孩自己吃，对，那我就吃这个喽，好吧？这个给客人吃，很多啦，里面很多啦。不要，我喜欢吃这个啦。哦，好啦，因为这个哈，里面有你说这个里面哈有加了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焦糖。不是，加了你刚刚讲的，你要给我吃那么多，你是想干嘛啦？你不要摇那么多啦，你就不要吃那么多嘛。好，因为这个里面有你。像刚讲的好听的故事啊，所以我吃这个啊，你尝尝看，看怎样，甜咸够不够？你知道吗？我刚刚直接吃这个烤地瓜，它是松松的、软软的，但是因为掺了这个粉去煎的，就不一样。它真的又 QQ 的，对 QQ。对，有比较我才知道。对，好吃哎，因为它焦焦的。对。有焦糖的，对，好啊，你这个天才妈妈，因为你的故事太好听了。好啦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天才妈妈？天才妈妈心宽念纯，对，而且很随性，对，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对，难怪你都没有，你看都没有皱纹哦，笑眯眯哦。好，那我们就向你学习，保持这一份快乐的心。我才更要向你学习呢，哎呦，你们才是辛苦呢。哎呦，不辛苦不辛苦，我们法喜充满，自然就很有能量，幸福，对不对？我们师父讲的幸福，幸福幸福，幸福美满，祝大家都幸福，更祝你幸福，感恩你哦。地瓜煎饼做法是烤地瓜去皮，加入面粉、素薯粉、地瓜粉、盐、糖、胡椒粉拌匀，取适量压扁，入油锅煎至两面金黄就可以了。